个世界好像一个海浪汹涌的时代，那么在海面上有很多船只在行走，各自有各自的安全系统，但是有的叫铁达尼号，有的叫海神号，有的叫四月号，有的叫这个长江之星号，那有的叫太平轮，那总而言之那些啊，听起来很安全，但是一旦出问题就都出问题了。现在需要有一些不是靠着船，而是能够靠着主的道，能够在海面上行走的救生员。但是训练有点来不及，我这个年纪又大，然后体力又差，然后就又爱玩哈，所以我觉得是很迫切的想要去训练一些海面行走的救生员。那这种啊，就台湾人讲一句话，先行言助人后哈，就你我肯教人家也要肯学啊，所以到底怎样才能够快快的成就一群呢、啊？那就是我心里边压力蛮大的事情，有时候想一想想着就想放掉了。但是总之啊，我要跟弟兄们再强调的，世界其实波涛汹涌，非常厉害，你同意吗？不断的都有事情在发生着。所以我们说要得人如得鱼，这个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主对门徒的呼召，来跟从我，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的背景是一件事情，叫天国近了，主的国度近了，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。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世界它的危险性是什么，那我们如果还没有真的改变好，老实说我会心中为难的。其实我会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基本上都已经有很大的预备，很好的预备，也许超过我所求所想的，但是表现起来的时候没有让我非常放心了。我们好像还在跟世人一起在生活，生活方式、生活内容、生活目标好像没有太大的改变，所以这是我心中一直有的压力。那么他最近呢，更有更多的事情发生。其实我在预备这个信息，其实放在心里面很久，一直不想讲。到了上个礼拜天的晚上啊，这个中立他们一些孩子们到我们家里，我们才开始，我跟他们一边聊，一边去接受一些更多的资料，才决定了。然后决定了说，这个礼拜要跟大家讲，在一周之间呢，其实一直心情非常非常沉重。到礼拜四晚上也是预备这个信息，预备得这个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忽然北京半夜啊，北京有人给我传一个信息，说天津大爆炸。啊，天津大爆炸，那个爆炸发生的时候，我半夜我接受那个消息。事实上，天津很多地方都是封锁着，但是他们就有人传给我看那个爆炸的那个画面。我一方面心里两个想法，一个想法是该来的就会来嘛。那么这个第二件事情是，我就跟他们回一个，这是一个灾难多发的时期，我们要好好的去注意上帝的话语。然后到了第二天礼拜五礼拜六，这个信息越接触越多，你知道那个就是一个瞬间的爆炸，人家就去说有53个战斧飞弹那样的威力，然后一声爆炸就几百亿的财产，几百个人的，到底是不是几百人还是几千人不知道，生命就没了，很多东西就瞬间就瓦解了。那种忽然间发生的爆炸，其实它除了现在的灾难以外，后面还有多少后遗症不晓得了。因为师母昨天看一个新闻呢，那说这个在北京，师母前面的印象记不清楚，大概说在北京呼吸两天呢，会减少20分钟的生命。啊，那我过几天要去北京啊，
但是这个现在要给我报一个消息，说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爆炸有700吨的氰化钾飘在空中，那么空气就更加的严重了嘛？啊、哦，这个是不是那样的数字要改变呢？啊，数字改变不改变？我去了，努力不呼吸吧，啊，大概也很困难，对不对？啊？那其实这个不是单一的事件，从今年的4月到现在，中国大概是大的爆炸案28起啊。那你说只有中国吗？世界到处都是。我们这个7月31号，师母带着同工们高高兴兴到乌来去玩，对不对？8月7号。这个乌来整个毁了，你那时候去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会一下就毁了，懂我意思吗？再去就不一样了。这个世界其实是不断的在发生各样的灾变，特别是像我这一天要生何事真的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到底那些灾变灾难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说这个祸从天降还是祸由人招呢？因为中国人有一句话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那个乌来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？也有天灾也有人祸吧，啊，因为你水土保持不好嘛。那个天津那个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？啊，这人祸居多，但是也这个世代就这样搞到人们很多东西总得做吧，危险的事情你要放到哪去？那人那么多，到处都是。所以其实这个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这一件事情啊，对我们而言，每一个人都是非常迫切的。我跟弟兄们，这个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件事：灾难没有发生来之前，我们都不知道灾难呐。像天津那个事件呢，人家破了一个网影片，就有一家人这个拿着手机正在录像，发现炸弹爆炸第一次，哇、哦，他很兴奋的、啊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大爆炸，火这么大啊？第二次又爆炸，哎呀，好厉害啊！那这高高兴在那录，那第三次嘣的一声啊，他手机也炸掉了，人也炸掉了，到底人怎样不晓得。那你还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你是看热闹啦。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受不了，同意我意思吗？你什么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？不知道就麻烦了，最好能知道。那你能不能知道？中国人还讲一句话，就吉凶未来先有兆，吉凶未来先有兆哈。就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其实你要看得懂征兆。所以当然这个箴言27章第2节说，不要为明日的事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。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警惕心，你常常注意，我坐在这里我很安全吗？你知道楼上在干嘛？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，但不知道不行啊。在提摩太后书3章1节怎么说？你和我念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。常常你读这一节只读到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前面4个字就跳掉了。你该知道，我们很多事情作为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是有权利知道的。所以知道要怎么知道，我们自己心里边有数。但是其实我们要有一个特权，叫做领受先知的预言。现在先知的预言很麻烦，我最近你们如果上过网络的话，你们看看一些信息，我想帮我切过来放2个片头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？哦，这个其实我一直不想去看啊，那但是在美国啊，这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先知，
其实世界各地到处这个先知预言、啊、已经传得、传得沸沸扬扬啊，到处都是。这是一个女先知叫做派翠西亚吧，那她讲一个信息说奥巴马是美国最后一任的总统、哦、你们有听过吗？ Okay, now I want to, 哦、为什么呢？因为灾难来了，美国就没了，所以他就是最后一任总统了，被大改变。好了，我们跳掉吧，哈，跳换另外一个。这个另外一个叫做四个连续血月的预言，有看过吗？四个连续血月是说什么？是说在去年的逾越节和去年的祝棚节，今年的逾越节，今年的祝棚节都有月食，月亮就变红，像血一样。那么历史上有这个连续血月的过去没有发生过，它发生的时候，去年2014年、2015年的逾越节、祝棚节都发生。今年的祝棚节是9月28日，那么那一天会有超级大月亮，因为月亮是靠近地球最近的时候，又是大满月，又是月食。那么历史上这个在逾越节、祝棚节这些节日的天象变化，它是一直紧紧扣在一起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那么很多人在关心，这样跳回来好了。很多人在关心这样的事件，关心这样的事情。其实如果你知道说是有到底多少的预言，你听了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平安，那两个方法，一个是醉生梦死，蒙着头当听不见，那一个是吓死。所以其实这些预言太多了，像美国的大灾难啊，那么有一个四个连续血月，或者是还有这个安息年，这个今年进到安息年，明年进入喜年，安息年和喜年都有大的灾变，会有经济的大崩盘。9月13号会有什么呢？经济的大变化。他说可能美元呢就会退市了，就不再出现了，那这个会出现新的货币。那么讲得都非常非常有道理的。那9月28号是主再来的日子，那他们，你如果听他们的一些说法、一些论据啊，那你会觉得说他们说的太有道理了。那我为什么会想要跟弟兄们来传递这个信息？9月13号哪一天？9月28号还多久？哦，这些信息是这样。9月13号就是他们的这个吹角日，就是犹太人的过年的那一天呢。9月28号就是他们的祝棚节。那么有很多的预言说，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应验逾越节，他钉十字架；第二次来就是应验祝棚节。所以已经发生了三个血月，这第四个血月就要来了。那如果9月23号、28号是主再来，那我们现在该做什么？我跟你们讲，像他们那些预言哈，比方说像血月，它是根据启示录第六章它的预言，揭开第六印的时候，我又看见地大震动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其实就是日食的现象。你看到太阳，那太阳却是黑黑的，那好像那个地毯的布一样啊。那已经发生了，今年的五旬节就是那样，都在那个节日啊。那么天上的星辰坠落，如同无花果被大风吹动，落下未熟的果实一样，天就挪移，好像书卷被卷起来。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宅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赤足的，都藏在山洞岩石里，向山和岩石说：倒在我们身上吧，把我们藏起来吧，躲避作宝座的面目和羔羊的烈怒，因为他们的愤怒谁能，他们愤怒的日子到了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这个
旧约的预言在启示录里边告诉我们。那启示录，其实启示录是不是到第六接第六印的时候呢？老实说，我看是。这个预言当然是应验约珥书第二章的，那我想就不读了，以及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的一些预言，这些话都非常重要的意义，值得我们去参考。我跟弟兄们讲一件事，在过去曾经听过很多次预言，对不对？那么每一次我都跟弟兄们讲一句话，说你照常过日子，不会的，你们有印象吗？每次都跟你们讲不会发生的，这一次我一点都不敢讲。 我努力的寻求了很久，我没有把握，不知道会不会了，不知道九月十三号和九月二十八号会不会，我真不知道。那么，所以其实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本来这次今天我可以休息的，是钟丽要讲到，后来我跟钟丽讲，我来讲吧，因为我下个礼拜不在，我再来跟你们讲的时候，已经日子都过去了，是吧？所以我想，我们必须要认真的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？当我们在面对这些预言的时候，其实它不仅仅是预言嘛，它有很多很多的资料嘛，那有很多的说法。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，你会怎样？我会怎样？我们该怎样？所以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所讨论的题目，世界的种种现象，让所有稍有警觉意识的人都必然会有危机四伏的压力。若是在听闻各样的预言，恐怕难免朝不保夕的惊疑恐惧。我奇怪，我问都为什么打得乱七八糟？惊恐疑惧啊！那么其实这些事情是圣经主耶稣老早就说了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二十节以下，请和我念一下：你们应当祈求，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和安息日，因为那时必大难，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已没有这样的灾难，后来也必也没有。若不减少那日子，怀有血气的总不只是为选民，那日子必减少了。那时若有人对你说，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你们都不要信，因为假先知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也许。我们相信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，叫做选民。这些大灾难啊，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就什么感觉也没有。天津那样的事件啊，那发生了，没有发生之前谁都不知道。高雄的气爆没有发生之前，大家就照样吃喝嘛，照样生活嘛。所以其实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。当然那些事件对我们而言只是预告片，只是样品，真正要来的还没来。而我们如果看那个美国的那个女先知她所讲的啊，如果她是真的，你们有很多人看过吧啊，如果照她所说的真的发生，那整个世界变样了，理解吗？那会不会发生？日子已经这么迫切了，但是问题是会有假先知，会有假基督，你们不要信，那么该信什么呢？这就麻烦了，对吧？我们要有我们的确确实实的明确的有力量的信心，有我们的信仰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信，
知道我们信什么，然后我们在这样的时代当中，我们才能够活得好。今天我信息内容预备很多，肯定是讲不完，但是我希望跟大家讲一个大纲。那么我们随着时间的来到，先让大家知道一些很基本的方法，但是内容大家要弄确确实实去弄清楚。马太24:6-8，这是我们已经最熟的。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些都是产难之痛的起头，生产之难的起头。这是一个生产之难，对于基督徒而言，对于世人而言，就坐着等它来发生吗？对基督徒而言，不是的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应该怎样来面对这些预言，面对这些预兆，面对这些现象，应该怎么生活？再装傻装死啊，装疯啊，不行了啦。我不知道我讲得够清楚吗？没时间了，真的没时间了。我最近每天晚上都压力非常非常大。不过在这里我们知道，主耶稣应许基督徒有平安。约翰福音16:33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主给我们的应许是在基督里，在主的里面有平安。那你要确定你在不在啊？你不要跑出去都不晓得，那就有点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，我们需要知道做什么才可以获得灾难中真正的平安。我不得不问你了，请问你知道你要怎么做才能够获得在灾难中真正的平安？在灾难中真正的平安是什么状态？你做什么才会得到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你告诉我你知道，那感谢主，你应该要去做救生员，因为你要去帮助人。如果你还不确定，那其实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了，把自己放在危险的光景当中，对自己一点都不负责任。那当然是不能够怪任何人，不能够怪你们，因为我在过去的日子，我也不想跟你们谈，也不敢跟你们讲。那么其实如果还没有到必要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在上帝的爱都还没有享受够啊，给你一大堆的这个好像危险的信息，对我们好像不太公平。其实严格说来，这一点都不可怕。我再跟你们讲，可怕的是那些不知道怎么办的人，对他而言很可怕。知道怎么办的人，那是需要来的事。所以对不起，我今天时间没有了，我只能够跟大家讲大纲。我今天要跟弟兄们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，这个其实是要讲5整章。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手边有圣经，你打开圣经全 整页打开来看，因为前后文我可能每一节都会讲到，前后文都你在看着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有印象，懂我意思吗？否则的话，你看我一节一节秀出来人的印象、人的感觉和眼睛所看到的整体它不是一个状态。所以如果可能的话，你把整帖撒罗尼迦第五章打开来，那你会来看。我们先读1-6，在第4章就讲到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什么状态。其实帖撒罗尼迦书很奇特，因为他是耶稣这个保罗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建立教会才3个礼拜，然后他们就成为一个很好的教会。保罗走了以后，他的工人在那里继续帮，那他们见证非常非常好。但是保罗觉得是有一个信息没讲清楚，就是主再来的信息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每一章
最后的一节和两节都讲主再来的事。第一章在讲说要知道有主再来这件事，第二章在告诉我们说主再来是跟我们基督徒有关系的，第三章是告诉我们应该要等候主再来，第四章是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是怎么回事，那第五章就告诉我们怎么去预备，怎么去等候。所以第五章对我们而言现在是非常切身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到第一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。这个我停下，我们停下。这个保罗啊，读到这里我们好像我们次等国民，因为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才讲三个礼拜啊，他们就明明晓得啊。我们信了好几十年，好像还不是不太晓得。那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危机，我们对于日期时候要知道。那知道什么呢？知道是不知道，因为主的日子来到好像什么夜间的贼一样。这其实用这个形容词，用这个比喻，实在用得蛮不好的，而且圣经用了很多次啊，至少用了五次，说主再来就像夜间的贼一样。那为什么像夜间的贼呢？当人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就忽然临到他们，那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。其实怀胎啊，这个猪胎暗结，怀胎是有渐渐长大的了。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？他要生下去知道不知道？现在都有预产期，现在都预定了日子去。以前是会不知道了，以前是忽然间要生就生了。有些时候出在外面坐车，忽然间要生了。但是其实要说不知道，他也不能说完全不知道，他就知道嘛。知道整个世界越来越沉重，问题会越来越麻烦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而已。这个是这样的比喻，明白吗？那么下面那七个是很讨厌的，就是什么？他们绝不能逃脱。你到底是什么是夜间的贼呢？我们等一下再做一点补充。那是一个一面的话，第四节到第六节就另外一面了。弟兄们，你们却不一样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不会的啦，那个日子如果是你是在黑暗里，那个日子来到对你而言就像贼。如果你不是在黑暗里，那个日子来就不是贼，也许是好朋友，也许是你想念的人，也许是送礼的人。他来不是贼来啊，关键在于你是白天还是黑夜。白天黑夜不都一样吗？不是一样的啦。你这个我们这边白天在美国就黑夜啊。也许师母是白天，我是黑夜。关键是什么？你的生命、你的心态、你的状况如何？如果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这一点要记得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幽暗是讲一种非常沉重、非常可怕的环境。他们是，我们不是，你是不是？哦，这个要问了。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像别人一样，总要警醒谨守。这个不要睡觉，这话也对我们也有点苛刻，对不对？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的人都不要睡觉。过几天呢，那个九月十三号、九月二十八号世界末日还没来，我们先挂了。所以到底怎么才是怎么不要睡觉，这也得想，对不对？圣经写得很清楚。那么现在读从十九节到二十四节，这是我有二三二十四节两节是我非常喜欢的，请看我念好不好？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
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我们是被叫过来的，有一些事情你要该做的，不要消灭灵。这个原文是圣灵的感动，就一个字叫做灵，因为里边有灵。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那些先知，其实有常常有人在问我说，那些各地的那些先知预言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他？很简单，你要尊敬，要尊重，无论他讲得你感觉是多么不合理，要尊重。你根据什么判定他一定不是？我的态度是这样，我每次、在听到一些话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好像我不太能够同意，但是我要问为什么我不同意，我根据什么说他一定不是。那有些人他只是穷抬杠而已啦，他自己里面也没确据。我对于9月13号、9月28号我没有确据。当然也有一些有一个理由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根据这个话有一点可以缓推的，只要有人知道了那就不是了。因为那日子来了好像夜间的贼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照道理讲应该没有人知道啊，现在竟然有那么多人知道了，我估计那应该不是的、这是我可以去缓推的了。但是你是那个妇人，她这个大腹便便已经重到不得了了，所有的现象都已经是那样了，你告诉我不是那一天，那你不能告诉我说是明年，懂我意思吗？很多事情是会发生的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而已。我不知道我的说话清楚吗？那这样对我们而言更麻烦了，更不靠谱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不要怕，因为我们有一位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是赐平安的神，他会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得到保守。这个保守是很重要的。在24节说他是呼召我们的，我们常常我特别喜欢这句话，因为有人在跟我们问这个问题，说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够安全？不靠你的，是靠上帝啊！昨天有人在跟我讲一句话，问我一句话，说我说属灵的人啊，属灵的人补窟窿啊，那这个属鬼的人啊，这个我这个挖窟窿啊。这个属灵的人补破口，属鬼的人挖窟窿啊，这样了解吗？这很简单，任何一个环境你看到他是在挖洞啊，那是属鬼的，他在补洞那是属神的，明白吗？那么就有人问我说，那如果窟窿太大怎么办啊，我是不是应该做什么？我跟他讲说，那不归你啊，你只要负责，你要认真的补好小窟窿就好了，大窟窿是上帝的事，明白吗？我们不需要那么伟大，我们只要把自己该做的手边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。那照我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所以这是在这一章他给我们的一个很清楚的应许。好了，我们很快的把今天的信息跟大家讲一讲，题目叫做好像夜间的贼，因为主来的日子是好像夜间的贼。为什么说好像呢？想想啊，那灾难中得平安的智慧启示，这是我想要传递的，不是要讲历史故事讲社会新闻，而是要讲对我们有用的信息。那么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讲，你要有面对灾难的信心，你要有面对未来的装备，要有面对预言的智慧。那么面对灾难的信心呢，其实是对于一件事到底是将来的事呢还是当来的事，这小小的区别。
将来的事没把握了，当来的事就是计划中的。那么面对未来的装备呢，其实包括两方面，一方面是我们需要是属乎白昼的，另外一面是我们要属于基督的。我打错了一个字。然后呢，面对预言，现在预言是分满天纷飞啊。你今天我们面对了9月28号，不知不觉9月28号过去了，那我们发现又虚惊一场。后来还会天天有啊，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啊，有各种各样的预言都讲得这个灼灼有词啊，讲得头头是道。那你到底要有没有一个智慧去辨别去分析？如果你没有那样的智慧的话，那你就每天就等着被吓吧。每天都心中就惴惴不安，到底这个事情会来还是不会来，也挺麻烦的。所以有一种智慧是要领受的，叫做什么？面对预言的智慧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，这个面对灾难的信心，讲到将来的时空，这是指的我们环境，而我们的装备是自身的事，而面对预言的智慧，其实是关乎我们的安全或是危险。安危，这个安危他日终须葬啊，那你这个安全还是危险呢？关键在这里，我们需要掌握得住。所以回到刚才所读的1到3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时候日期，不用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。我们希望我们明明晓得。今天简单的跟你讲一句话，晓得什么呢？晓得主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。他特别强调夜间啊，那么他像惨难的妇人。为什么讲这个贼呢？圣经讲贼的地方其实是讲的很多，在马太福音6章19节到20节啊，主耶稣说，这个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，也有贼挖窟窿来偷。这个贼就是挖窟窿的。那么这个24章我们讲43节，家族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贼是干嘛的？挖窟窿挖透的。贼就是贼，跟鬼是一派的了，他是坏蛋嘛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这个像启示录3章3节也是这么说，所以要回想你们是怎么领受怎么听见，又要遵守并且要悔改，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们那里如同贼一样。这主耶稣什么不好讲，老是把跟自己讲自己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你们绝不能晓得。我今天跟弟兄那边提一点，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主来了到底是像贼呢，还是像贼呢，还是像这个好牧人呢？都像。对于属黑夜的人，他就是盗贼啊。盗贼来了就把整个山都挖空了，盗贼来了就使得整个地就夷为平地，盗贼来了就 这里被破坏，那里被 那里发生事情。如果你不是属白昼的，主来的时候对你而言就像盗贼一样，因为都是他在 管事啊。若不是他许可，事情不会发生。所以我们这么说，说要来的事情对你我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关键只有一点，就是你是在夜间呢，还是在白昼。这样听清楚吗？来的都一样的事情啊，
来的台风来了哈，你家不会跳过。但是你如果说是属于白昼的哈，那个台风你就防，对你而言就是台风假，明白吗？如果你是属黑夜的，那台风过后你就夷为平地。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就说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，你们都是光明之子，都是白昼之子。我们不是属黑夜的，也不是属幽暗的。其实这些话好像一再重复，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。他们为什么是属黑夜的呢？不管几点了，他们在睡觉就叫属黑夜的，清楚吗？那么其实这第四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却不在黑暗里，将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其他的几个翻译，像现代中文说，但是弟兄们，你们并不生活在黑暗里，那日子不会像小偷一样突然临到。新译本说，但是弟兄们，你们不在黑夜里，以致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是翻译，我把它再列出来让大家更清晰一点。他的说法就是说，那日子对我们而言不会像贼一样。其实对世界上所有的人而言都像贼一样，对你，如果你是属白昼的，就不会。这样够清楚吧？所以我们怎样？不要睡觉。不要睡觉受不了，是重点是要警醒。所以这个我们信息跟大家讲，好像夜间的贼，这是讲好像灾难压境会带给人惊惶恐惧，不是属黑夜的，是我们要为自己设定的一种位置和状态。那么就是不是属黑夜的，就是光明之子，就是要生活在光明中，你就能够坦然无惧。那么关键是什么？什么是在光明中？约翰一书二章第十节十一节，请让我念来。爱弟兄的，就是住在光明中，在他并没有缘由。唯独恨弟兄的，是在黑暗里，且在黑暗里行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。约翰一书一直跟我们讲坦然无惧嘛，那其实所讲的都这么一个信息。四章十八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所以关键是什么？怕不怕只因为你爱不爱。所以在这里啊，告诉我们说不要睡觉，其实是什么意思？第七节到第十节，到第十节我们念一下。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，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。我们既属白昼，就应当谨守，把心和爱当护心镜遮胸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，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他替我们死，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所以你们应当彼此劝慰，互相劝诫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我这个每一句话都可以讲两个小时啊，所以我只和你们念过。其实就是不要睡，不要醉，而要谨守。那关键是你要拿，要穿上军装，预备好，事情来了你就该知道怎么办。那这里有一句话是先跟大家 点一下，他说因为我们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。这是，那既然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，你醒了睡了有什么差别？差别很大。你醒了和睡了，你如果是信主的话都是，但是你睡了你就去了，你睡了你就苦了，属他的一样了。你醒着你就活着，你醒着你就很好，懂我意思吗？
其实这个话是有非常奇妙的应许存在着，但是这里讲信爱当作复兴性复兴性遮胸，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，你会觉得很熟悉啊，因为那是全副的军装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要借着耶稣得救，用信和爱遮胸，用盼望来复头。以弗所书第六章所告诉我们的，说我们要十三节说，又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一切，还能站立得稳。然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就讲用真理遮胸，当束腰，用公义当复兴庆，用平安的福音的等等，对不对？现在有很多人流行啊，每天早上就让我起来，我就戴上头盔，穿上靴子。后来有一天他想起来了，他穿了几十次啊，从来没有脱过。那到底穿了多少件在身上？我们这北京有一个姐妹就醒过来，就跟我问这个问题。明显那不是这样穿的。所以信和爱遮胸，是说你自己心里边只要有对上帝有信，对弟兄姊妹有爱，对人有爱，你在信和爱里边，你心中就会坦然无惧。但对未来怎么办呢？你头脑想东想西，你如果充满了对上帝的盼望，你头就被保护了。这都是思想的事情，真清楚吗？而这些是要让我们在一切的磨难的日子能够站稳。这个站稳这个字啊 ，histimi， 你先注意一下，它就站住、坚立。信主没有多大学问，站稳就好了。给你恩典了，你就站稳就行。所以在第十二节以下，弟兄们，我劝你们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人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功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。我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则的，勉励灰心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，也要向众人忍耐。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，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。从这十二节以下讲的就是你要怎么样装备自己，怎么预备自己，你怎样才是在白昼中，这些要做。那么我特别标出两点，就是你要敬重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在教导帮助你的人。那么这里边讲他们在主里治理你们，等一下我再跟你看治理这个事。然后还有一件事，你们要彼此和睦，就两点而已。对于帮我们的人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尊重他？对于我们其他人，我们要跟他有没有和睦相处？很多细节要讨论，那很有的讨论的。但是这两点你记住。所以在基督里治理这件事情是我们的装备的另外一面。靠着耶稣的救恩，我们信，我们爱，然后呢我们有盼望，然后呢在基督里治理。好了，治理这个字就这个 proistimi 啊，其实你刚你会记得哈，histimi 那个字啊 ，histimi 那个字就是站立，这个字就是在前面站立。在前面站立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替你们挡住啊，要做遮盖，要去做保护。这个叫做站在弟兄姐妹面前，好像小孩子，你要站在他面前去保护他，就这么一回事。治理就是在肢体面前坚持站立。那老实说这个很不容易，你如果说没有给他鼓励，那么事情一来他先跑了，那你就惨了。教会有没有遮盖差别非常之大，所以你支持他还是怎么样呢？还是在外面 挖墙角，那是关键，会影响非常大。我们教会在这件事情上面非常好，我常常非常感恩，因为弟兄姊妹实在都支持传道人。但是我们做好了，我们也知道，也要知道做好。你要
去尊重。加拉太书六章第六节到第十节，在道理上受教的人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那么等等，我们要跟弟兄们特别强调，这里讲你需要在这个在受教的事情上面要有认真的，要有合理的，要有分量的回馈。我们基本上不跟弟兄们讲这个事，为什么？因为尊师才会重道。你如果师尊则道有力，师不尊则道无功。你一个信息，讲一个例子，就是有两个姐妹面对一个传道人，那问他们说这个事情啊，他所碰到的一个困难会来的怎么样？一个姐妹啊，她是付了一笔很大的这个奉献了、那去了以后，她就希望得到这个传道人讲的话。传道人跟她讲了以后，她很认真的怕掉了，付那么大代价的，所以她就听着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是没有任何的感情啊，就是去了就是顺口问一问，传道人跟她讲一样的话，一点都没听进去。我不知道意思了解吗？所以我对于佛家，我常觉得说，这个他们那些伎俩我都知道啊，那有些时候就很为难，因为佛教的经典都跟你讲什么呢？都跟你讲现象，都不跟你讲方法。那方法怎么办呢？方法你要去这个，对于大师父啊，你要去供应啊。要去很多很多的供应，他偶尔他才给你一个方法，那个得了一个秘诀以后，他就拿回去，珍惜的不得了，花了100万买来的，他拼命的修，修了就有效。我们听了，我们天天在讲那个，一点都不稀奇，而且他只不过是初级的不得了，你看重视就有用。所以为什么要尊师？为什么对于这个？保护我们的要支持他，如果站立不住，你就自己去面对吧。所以要这个，你属乎白昼的，你就应该要怎么样尊师，然后呢要彼此和睦，这道理都很简单，对吧？那么那这些是我们要把自己活好非常重要的。再来讲这个面对预言的智慧，我只能够快快的讲过，喜乐同在与平安同在，你必须要有喜乐有平安。好了，经文念一下吧，十五节以下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，或是彼此相待，或是待众人，常要追求良善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把它换，你先念到这里。那这个我当作一个标题，就是在神的旨意里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，对吗？但是你如果是在神的旨意里，你就是在上帝的计划里，那是在按着计划行事，你就别担心了。那个先知讲什么不要紧，那都在上帝的计划里，他讲了不讲意思都一样，只是多念给你听，多知道一点而已。他如果骗你的，你在上帝的计划里，就不要担心，要在神的旨意里。那其实在神的旨意里，其实很简单的两件事，常常喜乐，凡事谢恩。因为我相信嘛，所以我就要高兴嘛，我相信嘛，所以我就要感谢嘛。好，再往下读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善美的要持守，各样恶事要禁戒不做，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这段经文我们刚才念过了，但是一个前提是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是也不是实话说愚昧人实话都听，你也不是每句话都听。无论他说的不对啊不对，你是一个敬虔的人，你要尊敬嘛。人家讲不对也不需要去讽刺去批评，但是我们查验是帮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。但是我们查验是说好的就做，不好的就别做。然后上帝是赐平安的，他就保守我们，这个保守是非常重要的。在神的旨意里是按计划行事，在主的保守中是他的工安做得很好，你在施工的过程当中你很平安的，你可以放心。而这个你要工安好的话，要尊重先知以及全然信靠。这样标题这样做应该清楚吧，虽然细节没有办法讲很细，但是我想啊，如果是这样，他的结论25节到28节，请和我念：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，与众弟兄们平安，务要圣洁。我指着主嘱咐你们，要把这信念给弟兄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。这讲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我们同在，但是要保持圣洁。这是在这个时候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提醒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在整个信息虽然只是大纲，但是重点我想我该讲的也差不多讲了。预言很多，灾难会来，关键是你是属白昼的呢还是属黑夜的。属白昼的是怎样？你有爱有信，你在上帝的计划里，就在神的保守中，这样可以吗？那么我们就有一个结论，你要在警醒里睡觉，只管睡觉了，只要你爱弟兄你就在光明中了。我不知道这样说听清楚吗？睡觉在做梦还一边恨着人，那你就在黑暗里啊。白天睡觉，白天还是夜晚，只要你在恨你，你就在黑暗中。所以道理是很简单，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然后你要跟对师父，要尊重师父，要跟弟兄姊妹和好，否则你这个地方处不下来。我再跟你们讲一个关键的话就好，你将来的吉凶祸福完全因为你跟谁在一起，清楚吗？我还没有时间跟你们讲，就讲到这一点了。因为你跟着一群安全的人，他把你带到安全地方去，跟着另外一群人，他就把你带到危险的地方去嘛。但是你为什么跟不下去？没有感情，没有彼此之间的连结，所以啊，你就东飘西飘，到后来啊，就到后来东听西听会分辨不清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因为幕后的语言太多了。圣经的话非常的简单，要在恩典当中与神同行。那么在彼得后书3章10节到12节，这昨天夜里上帝特别提醒我，我们念一下吧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会去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应当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。你知道像天津那个案子啊，那个事件一下子很多东西就没了。那在未来也各有很多地方是它会产生气化的现象，那我们就知道说被消化不奇怪。我们要让自己安全。有一句话是昨天夜里被叫起来啊，那一直大概我会想好几个月，
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为人应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？我碰到这句话给我很为难，那到底是要怎样啊？怎样没有怎样了，每一个人照自己的样。我不知道这么说清楚吗？不清楚啊，因为我就是我，上帝没有给我要跟谁的样子，怎么样才叫圣洁，怎么样才叫敬虔。我的样子每天也要更新变化，但是我要，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保守自己。我想今天呢，这个谢谢你们让我把背在心里边的担子卸下来很大部分，那我再容许我用讲一分钟了。信消息很多，情势很危险，如果你不在白昼，你一定是在黑夜里，那么主来对你就像是夜间的贼，听懂吗？如果 你有光，你是在基督里的，这些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你把它弄清楚了，有很多细节你知道怎么做，那你就不要怕，因为来的不是贼，来的是你的好朋友，来的是你至亲的亲人，他会给你很多很好的机会应许。所以是不是贼在乎你，在乎你是你现在的状况如何。我想跟大家讲的重点是这个。